生长在海里的生物。我要看这是。曼妮，你赶紧帮帮我，肯定很值钱。啊！啊我要看这是。曼妮，干活去吧，我的小。谁干的？这些塑料袋肯定是你们家扔的。曼妮，我错了。睡着，我们三个就趁机逃跑，好不好？什么怪物呀？哎，我去看看。这虎，不是怪物啊，就是生长在海里的生物。我要看试试。我。我说何婶婶不是去海边旅游了吗？哦。珊瑚是他们带回来的纪念品。纪念品？这珊瑚是生长在海洋环境里的生物，你们就这样把它带回来？他怎么生活呀？再说了，珊瑚是保护动植物，不能把它带回来的。哥最喜欢它了。大道，你有没有给我们带什么礼物回来？当然有，在我的帽子里。别抢，大家别抢。我听我说，你们别抢，听我说。花驴，哎，笑盈盈。大道啊，去旅游最重要的是留下好的回忆。不能把旅游区的动植物带回来呀、啊，植被被破坏了，同时生态平衡也被破坏了，知道吗？这珊瑚你必须得送回去。我不。哎。我还想去海边，那沙滩。那阳光，那美丽风光，那金币就像潮水退潮一样哗哗的流走了。我的钱哪、怎么了老爸？
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说你一共带我出去玩过几次？不少了，咱俩结婚都十年了吧？嗯，我光郊区我就带你去过三次。你还有脸说？我不管，下次我还是要去海边，你不去我去。哎，老婆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那个，下次这样，头天晚上你就去，第二天中午呢，我在家做好饭等你回来。少废话，你必须陪我去。这次我去海边，你一直让我吃山珍，下次去海边，我一定要吃足海鲜，买够纪念品，晒足太阳浴。啊！我怎么晒成这样？怎么比你还黑啊？你这叫后反黑，皮肤越白的人就晒得越黑。那我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老婆，没关系，别害怕。那个，咱们不是买回了好多那个珍珠项链吗？趁你黑的时候把它戴上，那显得珍珠多白呀。嗯，不是，那显得你多黑呀。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比珍珠黑，不是，珍珠比你白，也不是，那个就是黑的时候戴上珍珠好看。那你是说我平时不够漂亮？不，你什么时候都漂亮。对了，老婆，咱们那些买的那个什么海星啊、贝壳啊，那些纪念品呢？珍珠、贝壳、海星不是纪念品吗？让我分给大家啦。啊，八头，那些纪念品是留给我们自己的。就是嘛，败家的孩子，我去要回来。要回来。哎呀，完了，全赔进去了。小姨，张姨，我的珍珠项链，我的贝壳手镯。现在是我们俩的了，是八豆送给我们的。但是是我买的，好不好？你们还我。为什么？你跟八一老爷出去旅游带点纪念品回来，本来我俩还说谢谢你们呢，凭什么又要要回去呀？不用谢，你们还我就好。不还？嘿，你们好。我的大海星，外驴怎么在你这？你还给我。哎，送出去的礼物哪有还回去的道理？阿曼尼，你赶紧帮帮我！我从海边带过来的珍珠项链、贝壳手镯，都是我辛辛苦苦拎回来的，现在手都脱臼了，现在就剩他们的了。笑盈盈、翟盈盈、吴阿驴，你们该把这些东西还给阿姨妈呀！对，阿姨妈呀，你再把这些东西还给旅游区的工作人员。啊！你们这些东西一定是从小商小贩那里买来的。就乌阿驴脖子上的这个海星是保护动物，你就不该买。这么稀有的动物肯定很值钱。乌阿驴，赶紧还给我。不还。哎呀，老婆，八豆把咱们家的好东西都送给别人了，这笔钱咱们要把它挣回来。对，谁想要看珊瑚？收费。想要和珊瑚合影？再收费。一起玩？再收费。对。哎呀妈呀！我们想和珊瑚玩一会儿。欢迎，非常欢迎，请交钱10个金币。我能和珊瑚玩还有收费啊？对呀。我要喝水水。老爸，他还会变色。太好了！小英，看珊瑚变色，再收费。阿姨妈呀，不对劲，你看珊瑚好难受的样子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珊瑚变色那是特长。可是，哎呦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都变硬了它？你俩把我的珊瑚怎么了？他要喝水，我没给他，就这样了。快抬到浴缸里面去！快抬呀！
哎呀，真没想到巴豆这次把珊瑚带回来，我们本来想跟他玩得开心，可是对于珊瑚来说，他如果离开了大海就没有办法生活了。对，阿凡提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个给您。哎，你还给阿姨玛雅吧，让她还给旅游区的工作人员。哦，你们做得太对了，外出旅游啊，最重要的是要留下好的回忆。这些旅游区的保护动植物不应该贩售，更不应该购买。对对对对。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老师，哎，我家放水放冒了。啊，叔叔和婶婶都被水冲走了。啊。你们醒醒！我去，快！哦，好！啊！鬼娃娃，你打死我了！哎，叔叔，你醒了！我醒了，宝贝儿。接下来是阿姨妈呀，快！不用你救，阿凡提，瓦吕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珊瑚没有海就活不了。老婆，这都怪你，赶紧把珊瑚送回去，要不然咱们家就变游泳池了。我要喝水去。哎，哎，下雪了。什么情况？张莹莹，张莹莹，快醒醒！哎呀，哥哥，哥哥，八点了。阿凡提，阿凡提，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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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肯定是夜里风刮来的，可是从哪里刮来的呢？嘘，这次不用你出马。让我来搞定啊！你忘了我的名字，乌阿福尔摩斯驴。哇，驴，你的尾巴在动！不要打扰我思考，好不好？案子破了，阿凡提，你帮帮我嘛！干活去吧，我的小，乌阿福尔摩斯驴，哎，哎呀，谁干的啊？谁把这么多塑料袋都扔到我家院子里来了？有没有公德心？哎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谁干的，赶紧过来给我道歉，要不我爸饶不了你。哎呦，我的塑料袋！哎呦，真会演戏。全社区就你们家买的东西最多，自然塑料袋也多。我想啊，这些塑料袋肯定是你们家扔的。你绿口喷人，你我爸也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，我平常连个纸片我都舍不得扔啊，这么多的塑料袋啊，都是钱的。好像说的有点道理。瓦吕，你快给我拿下来，我看不见的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谁干的这事，气死我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我的树，我的枝叶。哎呀，是树枝树叶。哎呦，看把你给气的哟。看你们把树叶给气的。我们马上收拾好。展英、小英，你们负责树和房顶，瓦吕，你负责地面，我去看看其他地方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气死我了！您歇会儿，树爷爷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还帮我捡塑料袋。啊？啊什么？等我们把这一切收拾干净了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坏蛋。坏蛋。
我们小区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一定要教训他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是是是是，太应该，太应该了。嗯，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这垃圾袋太多了，我把它扔了再回来捡。不行，这是罪证，要保留的啊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负责这一片，你呢去游乐场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嗯，去吧。罪证。捡了一天的塑料袋，累死我了。哎，不过我跟泡泡学了一个绝招。哎，你们看好啊！啪啪，够专业吧？就你那水平还叫专业呀？隔着那肚子，你能高到哪儿去呀？看好了，再来一遍。好啊！啪！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们以后买东西就用它，既环保又方便。哎呦，我看看我看看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好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八爷老爷，您是不占便宜心里就痒痒啊？这叫什么话？我们家三口人，一人一个嘛，你看我指哪儿去了？哎呀！这太难看了，我可不用。你老婆气了，走。一个塑料袋就觉得美了。哎，咱们哪不能跟他比？人家是有钱人，买菜都要用名牌包吧。阿凡提，哎，你一定给我查清楚是谁在害我。害您？是啊，这东西埋在地下，这树根就吸收不到水分，这树叶就枯萎了，这树呢就太严重了，还有更严重的。如果塑料袋埋在我的庄稼里，我的庄稼就会200年不收谷子，我就收不上钱。如果八道吃了搁在塑料袋里的食物，就会中毒。一定要抓住这个人。把这个人阿凡提，你抖什么？他们在抖。谁在抖？不是我。还是他。五九鸡胖子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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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是你吧？不是不是，真的不是。真的不是。真的不是。这叫什么日子？买个东西跟做贼似的。包裹，包裹，塑料袋。哎呀，老婆！现在社区禁止使用塑料袋，你怎么还敢顶风作案呢？你。叔叔，我是迎难而上吧。有行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这塑料袋不是我带来的啊。对呀，如果社区里卖东西不用塑料袋，那大家也不会使用啊。卖东西。吴阿驴，把罪证拿过来。拿一个就行了，都一样。哎，这蠢、啊、你这个是哪儿买的？哪儿来的？小卖部啊。胖哥说他没有，可是我看见货架缝里有，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拿了。原来是胖子，拿着。差点害我背了黑锅，哼，我找下去我。哎，怎么？你如果就这么去了啊，他不承认你也没办法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有三袋薯片，两袋鱼片，10块威化巧克力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好了，就这么多，给我个袋子。没有。有没有搞错？那我怎么拿回去？还是没有。再不给我就不买了。还是这。八筒，咱俩哥们儿啊，关系是最铁的，你一定不能出卖我啊！不要让他们看见，一定要小心哈！来，给。塑料袋很眼熟哎。我那天把塑料袋放门口忘收了，谁知道这么巧，这夜里刮风，闹出这么大事儿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
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你承认不就得了？哎呦，你是没看到你叔叔那张脸跟要吃人似的，这我哪敢呢？现在敢了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胖子，雨欣，原来是你破坏环境害我背黑锅，那么多塑料袋飞到山上受死，飞到我的庄稼里，我的庄稼没有收成，没有收成我就没有钱，这事儿不能轻易的算了，你得赔环境清理费1000金币，那个庄稼损失费5000金币，精神抚慰费10000，啊不，10000金币。哎呦！报告报告，减少白色污染。报告报告，人人有责。站好了，拍子举正了，拍分格了。树爷爷，您消气了吗？我消气了，我让塑料袋裹了一宿呢。我错了，我